看这是什么？这杯子真符合你的气质，是不是很有个性？是你看起来不太正常。你才不正常。那我问你，新马桶装水你喝不喝？正常人应该都不会喝吧。那你还说自己正常？更何况这还是我用过的。我突然想到个问题。你的问题还真多。洗干净的大肠你吃不吃？那还用说，红烧大肠、烤大肠还有大肠刺身可好吃了。那为什么新的马桶装水就不喝呢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你干嘛学我说话？你干嘛学我说话？我想去蹦极。你去吧。你还想不想吃南瓜了？不想吃，这南瓜和你长得一模一样。这哪里长得像了？长得一样，又丑又圆。丑怎么了？好吃就行。胖怎么了？善良就行。那倒是。可惜你没有。抛开胖不胖先不说，我不善良吗？你都把事实抛开了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不会是想让我在这鬼天气蹦极吧？那就得看你表现了。你们列表第三位，一定是善良的人，也有可能是碾压机。你们真的是坑爹说好队友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天天吃螃蟹，你也不觉得腻？确实有点腻，要不今天吃烤鸭吧？你刚刚把谁扔锅里了？你儿子呀。我儿子在拍视频呢。你一天不占我便宜，心里难受是不是？我是一天不完成生涯，浑身都难受。那我就只能成全你了。我也没说要蹦极啊，算我送你的。那你能不能把锅里的烤鸭也送我？哟，把这给忘了，让你列表第四位也来吃吃我这烤炭吧。